谢中央现场韩庚的用力，谢谢。好了，刚才精彩的一段表演，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韩庚，谢谢。今天晚上播的《快乐大本营》正好也是韩庚来做嘉宾，对，我还没看。对，回去看。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也告诉一下所有你的歌迷和关心你的朋友你的动向。最近呢，我在我的新唱片，好了，前几天，前几天刚录完了我的唱片的第一首歌。哇！跟我们分享吧。录的第一首歌呢，是我跟作词人一起写的歌词，是一个慢歌。所以现在韩庚也是唱作人其中之一了。没有，真的只是小试一下，去尝试一下。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韩庚来到我们今天这个新 app 之夜。刚刚我们颁发的是这个出行的 app。不过我相信呢，其实以韩庚的工作性质，可能大部分的出行都会有工作人员或者你的同事帮你安排。对。那你自己会不会了解现在年轻人们喜欢使用的这些出行的 app？其实我身边人好多人都是说滴滴打车特别好用啊，很多人都下了那个 app。那今天呢，我们就请韩庚，既然有这么多喜欢你的人在现场，我们其实今天给现场的朋友准备了一个惊喜，那么也跟韩庚一起来送给大家。我们这个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一次请出刚才拿到我们年度最具突破出行 app 的我们滴滴打车的罗总来，有请罗文先生来上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惊喜到底是什么。来，这个惊喜跟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而且我建议大家现在就把手机准备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惊喜。首先非常高兴啊，就是您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在工体到三里屯都是一个非常难打车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正好也是这个腾讯应用榜在一起，也又正值117，所以我们呢准备了117辆专车，将在之后散场之后免费的接送大家回家。我们没有抢到这个名额的没关系啊，我们还有全场的同学都有我们滴滴的红包能够分享和抢到，同时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技术的手段，对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所有的用户，只要叫车的话，我们都会为您加价调度，你确最大力度确保大家能够安全的到达，谢谢。好了，这次我就不用坐我的车了，是不是？我就坐你的，不用坐。也就是说，不但有车接韩庚回家，还有车接我们回家，对不对？我们现在先来连线一下，看看外面的117辆滴滴专车是不是已经就位？来，各位请看。赶紧赶紧，哇，这太有气了，怎么用？我告诉大家怎么用，所有的朋友现在打开滴滴打车的微信订阅号，输入暗号应用宝，是哪三个字不用我说了，对不对？我们专门为这次新 app 之夜准备的。那么官方账号呢会给您返回一个活动链接，点开之后就可以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专车来接您回家，一共是117辆，也请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另外呢，我们滴滴刚才罗总也说过了，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出租车的调动，让散场的时候所有的朋友现场的朋友都可以更好的更方便的打到车回家，真的太温馨了，再次谢谢罗文，也谢谢韩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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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感谢大家收看由安徽卫视和腾讯卫视。